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478页啊，478页，从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第六行随事发现有可退矣，不定信人呢也得能法。这讲发菩提心啊，有随事有随理啊。随事呢，有时候他会退转，不定性的也能发啊。那么下面接着说顺理发心啊，顺理这是不会退转的。什么人呢？菩萨行人乃能得法啊。随事虽然有退转，但是发心阿赖耶里面还是落谢善根种子。我们要知道随理顺理也是多生多世累积随事，所以他才能顺理。啊，这是善根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对于经教下了功夫，啊，把这个理呀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真正发起菩提心。啊，理是什么？理是一体，真正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的关系啊，菩提心自然呢就生出来了。啊，既然宇宙万法跟我是一体，大慈悲心，爱护众生心，
度脱众生的心，如是弘誓愿，自然他就生起来了。这是自信的心得。不会退转的。所以菩萨众心的人。如是发心，功德无边了。摄是诸佛穷劫阎舍，彼诸功德又不能尽。这说的是真话。发心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云小师所谓随时发心，就是前文的云师菩提心。顺理发心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原理菩提心。总要讲的比较详细，所以念老统统把它揭露在此地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又劝发菩提心文。这里都说发菩提心诸山众王，善中之善呢，无量寿经起心论，这是前清彭二林居士，彭继清居士。他的著述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他的经题叫起心论。他在这里面说，是知菩提心者，诸佛之本源呢，众生之慧命。菩提心，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至诚心就是真心，不是妄心的。从真心里生出身心，身心是自受用身。这个菩提心起作用，对自己是身心，对大众是大悲心，特别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众生苦啊，真苦啊！彭居士那个时代是乾隆时候，清朝的盛世啊，太平盛世，不容易感觉到苦啊，不是。深入佛法很难体会。深入佛法如何体会呢？他知道轮回苦，知道因缘果报苦。可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一切众生所感受的
是我们亲眼看见的，亲身所体会到的，真苦啊。贫富贵贱，各有各的苦处，真正是苦不堪言。啊，感召的天灾人祸，那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许许多多的人对于人生的目标方向无所适从，真苦啊！啊，古时候传统教育踏实，从小就熏习伦常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。啊，对于人生，啊，经营这一生，方向目标清楚明白。现在没人教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小孩受的什么教育？电视的教育，网络的教育。啊，电动玩具、游戏机的教育。啊，你细心观察，那些内容是什么？杀盗淫妄啊，不堪入目。小孩从小就这些东西。进入阿赖耶识，成为种子，这是细心的，不善的。他这一生还会有幸福吗？啊，今天我们讲传统文化，伦常八德，那推动起来不容易啊。原因在哪里？一般年轻人没有这个根。对传统文化存的是怀疑的态度，啊，甚至有否定，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封建时代的，是古时候这些帝王欺骗老百姓的把戏。啊，对于古圣先贤没信心，啊，眼见耳闻是西方文化，是民主自由，啊，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，造成今天社会现象。啊，那么现在确实有人对西方文化怀疑了，怀疑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前几年我在澳洲陆克文先生，他的姐姐
我们在布里斯班见面，他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我，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？我告诉他，民主制度是个不得已的制度，在美国可以，美国历史只有200年，那200年没根呢，全是外面移民到美国去的，美国的土著红番。啊，那是一群很可怜的人啊，所以大家都没有跟，采取民主制度行。我跟美国人说过，中国的制度不适合美国，美国的制度也不适合中国，这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好比开个店，中国人这个店是老店，5000年了，世世代代相传下来，老字号啊！啊，美国才200年，没老字号啊！啊，大家都临时摆个摊子，所以选一个代表人来管理，这对的。啊，中国总不能叫他老店，让他分家。让他也摆摊子，哪有这个话呢？没这个道理啊。这是我们的认识啊。啊，一个制度，由他时代因素在其中。啊，由他的历史传统逐渐发展的。啊，中国文化我们自己是优秀，外国人不相信啊。我看到英国汤恩比的一些著作，外国人说优秀，大家没话说了啊，不但优秀，优秀当中的优秀，这是汤恩比所肯定的。啊，而且深深期望，在这一个世纪，21世纪，中国文化能够普及全球，这是他的愿望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，是谦让的，啊，是为别人着想的，有历史为证。那说明他不是随便说的。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，无论对内对外，都讲求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啊，能够舍己为人，也就是说，待别人厚道。啊，自己生活节俭，所以
每个朝代四周的邻国都到中国来朝贡，遇到疑难都向中国领导人，向中国读书人请教。这种历史上记载的很多。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。是中国的文化，他说的可以救全世界。非常殷切盼望着中国文化能够复兴，是外国人，他是为整个世界着想，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安定和谐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中国人做得到。我们也有这个信心。看到他的一些著作，我们的信心加强。需要每个人、每个家庭、每个行业，重视传统，特别是传统的智慧、传统的理念、传统的方法、传统的经验，非常宝贵呀。从哪里做起？从自身做起。自身要向圣贤君子这个目标、这个方向去学习。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过之而后天下平，天下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带给全球幸福美满的。这是菩提心的。没有这个心，不能学传统文化，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佛。佛的菩提心比这个还大，不仅要救地球啊，要救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。所以彭居士说啊，菩提心是诸佛的本愿，是众生的慧命，才发此心已成佛道。为什么？他跟如来的智慧、佛智、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乘广智、无上无等无能最上甚智相应故。佛真的圆
证得究竟圆满的信德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，不是在外头学来的啊。大乘经教告诉我，这是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，不必向外求。见性全就显现出来了啊！所以大乘的教学，大乘传到中国，把佛教里面的教学的理念方法也传到中国来了啊！中国儒家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啊！佛在中国跟中国的儒道融成一片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派，不能少啊！啊，讲到中国文化，儒释道三家，这三家是主，旁边还有九流，啊，叫三教九流，是一体。啊，这个一体的概念，唐朝时候就讲的很多了。少林寺有块碑记载的，三教九流混元土赞。啊，唐肃宗时代刻的。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，这是证据啊！这就是今天外国人所提倡的多元文化，就这个意思啊！多元文化，中国比外国早啊！中国本国三教九流是一家啊，今天我们把它扩大，世界宗教是一家啊。怎样才能变成一家呢？一定要学习，要教育，真的是教学为先啊。每一个宗教经典都应该学习啊，经典丰富，分量很大，没时间学，要把它精简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三六零，那我现在看到了圣经三六零啊，在里面选出360小段，分量就不多了，人人可以学习，从头到尾念一遍也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念完了。好啊啊，这一次我访问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，在新加坡跟老朋友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，啊，哈比哈山长老，伊斯兰教的，编了一个古兰经三六零
给我了，我看到非常喜欢。那《古兰经》的精华，那分量不多，360小段。啊，我想不需要2个小时就读完了。那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360，啊，希望在明年我们选一个时间，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就是全世界宗教团结，啊，像宗教联谊会这样的组织，全球性的宗教联谊会，啊，在联合国来办的会议。主题：化解一切冲突，促进全球安定和谐。这很有意义。啊，团结9大宗教，新加坡是第一个。1999年，我们做成功。啊，希望呢发扬光大。啊，现在澳洲也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希望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带头，来号召。我们向这一方面呢来努力。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他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性是什么样子，悟是什么境界。他说了5句话，20个字，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啊，第一句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清净心多好啊！”啊，中国古人讲。本心本善，清净是本善的。啊，南大师第二句说：“本不生灭，一切法都有生有灭，唯独自性不生不灭。”自性真心呐。中国人叫本心，本心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字就是能大师讲的这5句，用1个字来代表善，本不生灭善，本自清净善，本自具足。居住是什么？一样不缺。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哎呀，一样不缺。啊，本不动摇，本无动摇啊，是自性本定，所以真心是定的，
心浮气躁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，万法是整个宇宙，所以真的是一体啊，一体是自信的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刹土啊，从哪来？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是一体，比一家的关系还亲密。所以菩提心是自信本有的德性，不是从外来啊，而且是德性里头的第一德啊，自信万德万能。第一是什么？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爱心，没有条件，清净平等，爱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的，众生有迷有悟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啊，不管怎么样，通通是自性变出来的。所以回归自性就平等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迷的人不晓得，觉悟的人都知道。啊，谁觉悟？阿罗汉觉悟，菩萨觉悟了，诸佛如来觉悟，他们全知道。啊，我们学佛要向他学习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学佛就学开悟。难不难呢？不难。为什么？悟是本觉，是你真心，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起心论上讲得好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，不就是外面学来的，本就是本有的啊。中国古人把这个写在三字经上，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善就是刚才我讲的慧能大师的二十个字，一个善包括了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自信是一个，是共同的，能生万法。那么佛陀的教育是就是回归自信的教育，那回归真心的教育。回归本善的教育，它是诚信的，所以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所以能救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有能力化解一切冲突灾难，有能力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，那他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啊。我们一般人羡慕神通，自信具足无量神通感应，那下面说
又经中三辈往生，皆因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这是经中修行总纲领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希望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如何能够获得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偶益大师告诉我们，真信切愿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成无上道。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！最重要的啊，今次第十九愿，明文明法性；正住第二十六愿，文明得福；第四十七愿，文明的人。这几愿很重要啊！你看，文明发心，我们现在学的第十九愿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文明得福，你要想修福，世间人都希望修福，想尽方法修福，不知道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是修大福啊，修无量的福报啊。没人知道啊！来福寺的海贤老和尚知道，所以他真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举名号念了九十二年。那从他一生行仪当中，我们看出来了，他为我们证明了112岁往生啊，他一生没有病苦，没有劳苦，没有死苦啊，生老病死啊，生那是过去了，不算了，不提了。112岁，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，啊，生活完全自理，不需要别人照顾。往生的当天，他晚上走的，白天还在菜园里面工作一天。啊，整地、翻土、啊，拔草、浇水，啊，白天干了一整天的。晚上自己念佛往生，
要人助念的。他说得很好，助念是没把握，助念不可靠，我自己有把握，我自己会做。他真做到啊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再不怀疑了啊。看到老人家一生信义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20岁出家就念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那那么样的成就令人赞叹的啊！我看他的碟片看了70遍，那我想他得念佛三昧，从功夫成片，事业心理业心，理一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在这个时代，参禅要得明心见性，没有了。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，在我们这一代，禅宗得定的还有，开悟的没有了。哎，来佛是念佛的开悟了，得定的有，海清老和尚得定啊，开悟海清老和尚开悟了。他的条件好啊，真正修行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成就，就是这三个条件缺乏，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。啊，他居住啊，一生修学的态度好，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印祖常说：“一份诚信，真诚恭敬。”得一份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。海贤老和尚是百分沉浸的，他得的是圆满功德了，圆满的成就啊。在这个时期表演给我们看，那为我们修净土同学做正传，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我们应当要学习，不能再怀疑，不能再懈怠。那这么好的榜样，你看净宗，我们这生所遇到的缘，无比的殊胜啊！遇到了夏莲老居士，汇集经本啊！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为我们做注解，这个注解是引用的
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正知正见。啊，又遇到海鲜老和尚为我们作证。啊，他的一生就是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8个字，他做到了，他做了92年，啊，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人讲过一次经，没有啊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他是农民出身，从小下田工作，所以对于农事很有经验。出家之后还是种田。啊，种田收成还很不错，他非常勤奋，啊，开荒，一生经营了100多亩地，啊，生产的农作物非常多，寺庙里生活没问题啊。靠这个收入啊，还有多的啊，多的他不卖，救济贫苦啊，周围100多里的这环境之内啊，有这些穷苦的人没饭吃，他救济。这是不财布施啊，内财布施，外财布施。啊，修桥补路，帮助别人建立道场。他没休息。啊，好在这些工作不妨碍念佛。念佛在那工作里头念，告诉人工作念佛不感觉得辛苦啊，不累，对念佛的好处。为我们做榜样，为我们做证明。那么第47愿呢，是文明的人。这个的人是无生法人。啊，无生法人。大乘经教里的常常提到。什么样的菩萨证得7地以上？7地菩萨证得的是无生法忍。那无生人有3个阶级，上中下3品，下品7地，中品8地，上品9地。地位高了，跟究竟佛国很近了。你看上面10地等觉，最后就是妙觉成佛了。
用什么方法？就是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啊，他有没有得到？我们相信他得到。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，他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。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啊！你羞辱他，你欺负他，他统统的忍。他不跟你辩辩，他慢慢让事实来证明，时间久了，大家事实真相明白了，老和尚冤枉了，他能忍的，没有怨恨心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报复心，这是什么？身心和谐。他为什么不生病？道理在此地。如果有怨恨，怨恨会带来疾病。大乘佛法的教学，老和尚通通做到了，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看下面，故慈愿，这个慈愿就是十九愿文明法心，是理应设为，应闻佛名号，蒙佛加庇，发菩提心，应该这样解释。念佛得到佛力加持啊，弥显弥陀名号，功德不可思议，愿王宏愿宏誓愿力不可思议啊，愿王就是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，愿力不可思议，修筑功德了，昼夜不断的。这几句话，表发大心后之大心，你看，因闻名而发心。发心修大心，是为第十九愿的全文啊，其中六波罗蜜也称为六度啊，度的意思是度生死苦海，这一段经文的原文，发菩提心，修筑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果报。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这是功夫的圆满了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，一定得佛力加持
啊，大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所表现的，那就是大行。他为我们做正传啊，六度度生死海到涅槃岸的啊。那么第一个布施，布施什么？彻底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，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海贤做给我们看了啊，你看他的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做得圆满啊，持戒不论。三归五戒十戒，三句境界都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老实念这一句佛号，就是戒律圆满受持了啊，忍辱波罗蜜，念这句佛号圆满的忍辱啊，精进昼夜不断，生活上没有间断，工作没有间断，待人接物念佛也没有间断啊，谈话的时候也很专心听，但是佛号不间断啊，听完之后有大福别人的地方为人讲讲开始啊，帮助人断一生信，心里佛号也没有中断，真精进的啊，禅定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就是禅定，无上神妙禅呐、啊，除阿弥陀佛这没有第二念。有戒有定，当然开智慧，般若是开智慧啊，六度圆满，统摄万恒啊，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恒，一句佛号全受了坚固不退直，如上指大愿大行，决定不移，不移是不改变的，没动摇啊，永不退转啊，如机缘，这个机子是本经里面的经文，我心决定坚固力，为佛甚至能正知，纵使甚至住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坚固不退的意思
啊，海贤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演的，啊，他是去年、前年的13年元月往生的，距离我们才1年多。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啊，所以我劝同学珍惜他，向他学习。啊，他的光碟，他的勇士集，多看。光碟最好一天看3遍，一遍1个小时。1年不间断，啊，一天念1万声佛，念佛，坐着念行，站着念也行，走动也行，啊，或者把念佛作为早晚课，定做早晚课。啊，早晨起来念5000，晚上睡觉之前念5000。啊，一定要听光碟，要看光碟。1年1000遍呐、啊，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这1年当中一堂课不缺，真修净土啊，真正的弥陀弟子啊。啊，这1年天天都没有空过，不念佛。不听经。空过了，啊，空过太可惜了。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欧耶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？全在幸运之有，啊，往生是幸运。真心切愿决定往生，那一项专念，一项专念是品位的高下。你现在把时间腾出来多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！你佛念的少，往生品位低也。这个世间事通通放下，假的带不去的，极乐世界品位带去的，所以要认识清楚，带得去的拼命干，带不去的彻底放下，啊，念头都没有，你不去想它，那带不去的，啊，摆在我们面前，啊，什么是带得去，什么是带不去，啊，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标准。下面我们看第20愿，第20愿里头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临终切心愿。那我们看经文：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
灵寿宗师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就这一句七个字，不得誓愿的不去成就，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没有说四徒三辈啊，没说，没有说，那就全包含了。全包括了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啊，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都是的。啊，阿惟越智，念劳有住起。啊，我们看他出去一心念佛啊，一心非常重要啊，一心两个字前面有解释，心无二念叫一心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，那么这个地方的业心，执万有之实体真如啊，这是业心，业心是真心，业心就是本心。今月本心，唯一坚定的信心。不为他心所夺，为之一心。也就是真诚的信心。啊，我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这是一心，我决定求生净土，这就是圆满的一心啊，真心切愿，念念求生净土啊，念念既然都是净土了，心里头就没有杂念。这叫一心啊，如教心信正文类，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著的啊，他说信要即是一心人啊，一心呢就是真实信心，一是真，二就是就忘了啊，真实实在在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是故论主见言
一心也。又探寻记三，华严经探寻记，贤首过世的著作啊，这是解释华严经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心者心无一念，没有其他念头，他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92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念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装阿弥陀佛，这个难得。又止观第四卷书，天台宗，一心者修此法时，一心专志，心不语言，指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。念老举这么多例子来告诉我们，心里头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。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讲不需要，念这一句弥陀，把本事都包括在其中啊。前面说过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切诸佛的同号啊。你想想这句佛号的意思，这是梵文阿弥陀佛，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，不是不能翻，很好翻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啊，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，无量觉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不是啊，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啊！念这一佛名，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啊！你怎么不相信呢？啊，还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错了嘛！啊！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说又一心有离思而中，无余念呢，这是思一心不乱；入实相呢，是理一心不乱。讲得好啊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是一心，他有没有入实相？有。从他谈话里头，偶尔也漏那么一句两句。啊，诸位细细一听，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能说。
啊，再跟《永世集》的里面的记载对照一下，他的师父给他剃头，那是他20岁。剃头之后，只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后面还有附带的话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这什么意思？明白了什么意思？明白就是大彻大悟啊！大彻大悟，什么都知道啊！啊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不能说。啊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他一教奉行了，他真的不说。所以确确实实他明心见性了，他念到理一心不乱，那就是如实相。啊，我从旁边观察净土念佛的功夫，这三等。第一个，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取得往生的把握。你只要不退心，你决定往生。啊，往生生哪年？生同居净土，凡生同居土。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天两道，释迦牟尼佛的有六道。啊，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人天，没有修罗，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。啊，他只有两道，功夫成片就能生。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刚才讲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四意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要念到理意心不乱呢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生十报庄严土。不一样啊，开悟难不容易啊，但是功夫成片，四意心不乱，我们都可以争取到啊，只要真干。在这个地方的努力，往生之后你就感觉到非常值得，因为在极乐世界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也要相当长的时间，那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来得快。极乐世界没有障缘，提升缓慢，这个地方障缘很多，所以提升很快啊，在这里修行经得起考验，所以成就快啊，成就高啊，啊，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。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啊，持戒他方都好，但是决定要这一生往生净土，这个信心要强烈，不能没有啊，我决定的生啊，有这样强烈
我们再看下文，经一心念故，时间历史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一心念他的名号，这里头有思有理。那离思我们不要去争，不要去打妄想，先从事一心，然后自自然然正离心，这就对了啊，循序渐进啊，这是个过程，一定要以离一心为标准。为什么？得失一心之后心清净了，清净心得到了，平等心没得到啊！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就三个阶段啊，所以离一心是平等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用平等心，那大公无私下手，记住这么一个原则，对待一切人事大公无私，如果有时候忘记了，你去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那句话提起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万法是自信生的，自信是一个，万法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之法都是一个字，同一个自信生的，你慢慢会产生一体的概念，这个好啊，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我爱我的身我就爱他的身，是一不少，这个好啊，帮助我们观想啊，帮助我们菩提心修得圆满啊，不知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，这就不好了，这就分别执着了，分别执着是妄想心啊，是莫那识第六意识，不是真心啊，这个要注意到啊，慢慢向上提升啊，在底下是现世敬业学人，这现在实现但身心切愿称念名号，即是一心念佛。我们从哪里开始？从这开始，身心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对这个决定不怀疑啊，切愿且是恳切，我就这么一个愿望，愿生净土啊，我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跟他老人家学习，我就是为了身心切愿，所以才念佛名号。那称念名号，念出声音行，不念出声音也行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，他默念的时间短。有时候金刚指，金刚指口动没有声音，
啊，但是多半时间呢，他还是默念，口也没动，心里佛号不间断。啊，这决定的是呢，如善导大师云：“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节究竟。”啊，念的时间久还是现前，念念不舍，时节一心念佛。啊，这个重要，该从事入理，且四种具体实例。啊，所以事业心慢慢修，自然就切入利益心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分别，一切让它自然成就，自然比什么都好。啊，自然是最完美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急躁，还要赶快，还怎么没有得利益心呢？这样子把一心不乱就破坏了。为什么？杂念进去了。那一心不乱是里头没有杂念。那所以我们要学从事入理，从功夫成片入进去。啊，一切都是自然。事里头具体是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事是现象，理是理体。啊，常寂光是理。光中化佛无所依。六祖所说的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是事，那个能生是体。那事有生灭，体没有生灭。啊，不生不灭跟能生万法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啊，不要忘掉啊。啊，境界有的时候跑了，用这个经文念几句，观想就又回来了。就会恢复了。事中有理，理中有事，理事是一，理事不二。啊，这完全是属于境界。我们看念老以下的注解，以上第十九愿是因，第二十愿呢，则是其果。第十九愿是念佛，第二十愿是往生，往生是果。因为往生，做阿惟越智菩萨。这是苦啊，是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，在临寿终时，弥陀
于极乐世界诸菩萨当众前来接引，现其人前，今须臾间，须臾间是很短的时间啊，去大基金接金之，哦哟，48分钟啊，48分很长的时间啊，这古人有经论做依据的啊，48分不到一个小时啊，鄙人即往生极乐净土，做阿惟越致菩萨。以上是第20愿临终戒引愿啊，所以有因有果啊。一向专念是因呐，往生极乐是果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子，身行果教，他理不可思议，方便法门呐。因果同时啊，其他84000法门修因正果啊，是像我们这植物一样啊，开花结果啊，净土法门不是的，因果同时，所以他用莲花表法啊，莲花是因果同时，有花，花里头就有莲蓬，莲蓬里头就看到莲子啊，慢慢花圆满了，全开了，莲子成熟了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所以净宗也称莲宗啊，用莲花做比喻。那么这个里头果教他理不是靠自己，完全靠佛力加持，这他理啊，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方便妙用，达到究竟圆满啊，居夫凡夫能带祸往生者，皆因弥陀慈愿，临终身中现前，慈悲摄受之大力，这我们的感恩呢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，一个凡夫烦恼一瓶也没断啊，带着迷惑颠倒烦恼习气，他能往生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所以难行之法了啊，皆因弥陀慈愿，阿弥陀佛第20愿啊，20愿是待业往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个阿惟越致不退是3种不退，第一个位不退，第二个行不退，第三个念不退啊，位不退是小乘阿罗汉所证，行不退是大乘菩萨证得的啊，不再退堕小乘，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
那从念不退，就是一直向着究竟果觉上迈进呢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用的功夫不多，成就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做难行之法。那些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，你跟他讲着，他不能接受，哪有这种事情？那那么是佛说的。啊，他也许我错解了，大概这是佛的劝求方便，啊，哄哄这些愚痴众生而已，业障深重的，安慰安慰他，未必是真的。那些菩萨作如是念的，错了，啊，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感恩佛菩萨临终现前慈悲摄受的大力，如宋朝灵芝法师说的：“凡人临终，舍身无主。”善恶业种，种是种子，善恶业的习气种子，无不发现。何其恶念，何其邪见，何生细念，何发狂妄啊，猖狂，恶相非异，皆明颠倒啊，一般。如果我们细心冷静观察，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啊，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啊，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必定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他才有这个想啊。心行不善的，现的都是恶相。那你看这个地方，讲人临终，舍身是第八识，第八识做不了主啊。阿赖也是含藏的。善恶种子都跑出来了。如果这个人平常是恶多善少，那恶的种子全跑出来了，善的种子没看到，必堕恶道。那如果善恶种子同时都现前，那就不知道最后是哪一个种子引导他。啊，如果是善种子，人天福报；不善的种子，三恶道去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。这一切众生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，从早到晚，我们反省一下，这一天当中，啊，从早到晚，十几个小时，是善念多
还是不善的念头多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如果不善的念头多，在现在一口气不来，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到三恶道去了，很可怕了。这不是小事啊，我们不想到三恶道，念念是善念，不善念念头不生不起，这个好啊。为什么要起不善念头啊？当然最好念头通通归到佛号啊，念头才起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，不让念头啊存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好啊，那么何其恶念，何其邪见，这都是堕三恶道的啊。何生细念，细念是对于这个世间有贪念，这里头大概最多的是亲情，舍不得离开啊。啊，这为什么印祖常常开始念佛人临终，家亲眷属不要在身边啊，在身边照顾的时候最好都是莲友同参道友啊，他们懂得啊，家亲眷属很容易引起他贪念啊，难舍难分，好了，这就恶道去了，很可怕。那么有猖狂啊，猖狂大概都是堕地狱啊，作恶太多了，恶习气统统在这个时候起现行啊，祸相非异啊，不是一种，很多啊，都叫做颠倒。可见凡夫业重啊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，佛以四大苦比痛不可言，这就是病痛啊，神识离开身体。当然我们还没这个经验，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啊，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，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，举了这个比喻啊，乌龟，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扒下来，你想想啊，多痛苦。我们神识离开身体就这样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那我们想躲避这一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，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，那准备好，那我走的时候没有干扰啊。像海鲜老和尚非常自在，说走就走了啊，看到佛来接引就跟他走了啊，这个身体没有留恋，丢掉了，不要了，这解脱
啊，所以如果说是有病苦啊，有死苦，痛不可言，何能真念之名？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作念，为什么？怕临命终时痛苦，让你佛号提不起来，想不起来，啊，光是顾得病痛了，这就坏了，啊，这就需要作念，啊，作念不是没有用，是管用，啊，但是不需要作念，当然最好，自己有把握，这个把握决定是阿弥陀佛来给你约定好的，啊，连几点几分几秒都不会错，会告诉你，你那个时候见到佛与大众的迎接，啊，欢欢喜喜走了，这边世界忘掉了，啊，绝不能想这边世界，一想，佛菩萨就不见了。六道轮回就现前，你说这多可怕？啊，所以不能持名获得往生。啊，你念佛把念佛都忘掉了，你就不能往生。故知凡夫往生，非凭自力，全仗弥陀大愿加彼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也。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那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，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。那自己真的功夫不错，常常见佛。啊，但是那是真功夫。啊，如果是假的，你就被妖魔鬼怪欺骗了，他会现佛的相来诱惑你，啊，来引导你，啊，那不是真的，啊，你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，啊，你看到谁来接引你？药师如来接引你。你天天想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来接引你了，那都不是真的。你修净土的决定是西方三圣的本尊呢，不能是别的佛菩萨，别的佛菩萨冒充的啊，要清楚，见到别的佛菩萨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不要理会，不能跟他去啊，要加紧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啊，所以全仗弥陀大愿加彼，令不颠倒，不颠倒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才能往生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